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来自 XLIFE 选手的采访。是的，其实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的一些小问题吧，然后就感觉状态不好被放大了嘛，对一些团队上的配合、小细节，甚至是节奏上的问题吧。我也不是说我一上来可能就会把这些东西变好，但是我会尽我的能力调节一下队伍，让队伍的氛围好一点。毕竟是就是上来打指挥了，压力可能会有一点，但是我希望能跟队友很放松的去打这个比赛。怎么说怎么说 ？OK， 还可以，真还可以的。他前面虽然有 TDT 的，感觉这个圈已经刷得很尽力了。他们那边能听得到车声吗？就知道他动了，然后他往那边动一下，啊，不是开始。二人小分队，哎呦，哦 ，OK， 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上来了，好嘞，投注，小鸭，能中吗？能中吗？给我炸丝！上一次 EWC 最强的二人小分队啊 ，OK， 炸倒了丝血呀、啊！其实 T1 现在扔拍手的雷不是那么好扔，一个大反扑啊，不太好扔。现在炸起来的话，其实让我来看看你们的道具吧。独狼也有机会去打 T1， 怎么说怎么说，感觉能打中呢？倒了一个，OK，T1 倒一个。感谢你啊 ，nice， 可以打过了，再补一下。四，哇去，还剩一个，还剩一个。枪老在马队有点远呀，有点远，还有人。剩下人，人呢？被原件给打了。不是。哎，左边，左边搞他们，我想，我想踩四标，不知道能不能踩。我想可以，兄弟，你左边你们搞上去，我能裸架的。边上车能加速吗？边上车有一个。我拉回来，我要拉回来。可以吗？不太好整，他是个顶破。你带我吧，好像车不多，对吧？左边好像可以整上去，好吧？左边可以整，对对对，上面可以整上去炫架，好吧？这一波 ，GS 就两个，不会被右边圈吗，兄弟？你们左边被很像挡着挡住的右边，还有车往圈内顶了，滑过去，滑下滑下滑下，还有车往圈内顶了，我标定有两个人，我知道着，我能直接扔雷吗？可以可以，能架住是吧？标定，我标定有两个，往左边走，快被右边打，他没人看，没人看你们，是 T1 的 ，T1 去清人了。他四标是挂后的，要不再来一个？我去吧，我去了。他看你们了，打量石头两个，石头两个，我扔石头有两，我确定。小心右边背，你这边石头有两。好了，顶坡。能加一下吗？废子的吗？给金标在哪？我金标石头看不到了，他可能退坡，可能退坡了。被抽了，被抽了，倒了一个，给我来点。废子在哪？他爬出来了，他爬出来了，屁股屁股来一下，要封烟，先封烟，往上封，往上来，那可能是 T1 的，你往上丢雷吧，他妈得有雷啊，有脚步，有脚步了，有脚步，再捏雷了，一秒，雷。飞我，我想接什么？飞我，我接了。都帮你扫一波，都帮你扫一波。来车队了，来车队了，北边。飞了吗？还没飞。北边来车队了，这个山坡上。飞我了是不是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飞我了。飞我了，飞我隔壁。飞我们这边了，飞你了，飞你了，左边。我在山坡盯人了。我扫对面。对面。我被歼击打了。可以来我。我能不能开车救你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我们现在跟他打了，家伙被偷了。那我去找云龙吧，要不？嗯，先别急。先踩了吧，没事。倒了个，倒了个 SQ 了。倒在哪？我去装道具了。这房子围墙还有，房子围墙还有。架到围墙了。打头了，标点打头了，金标。围墙还在。窗口打头了。到了。金标打头了，哪个倒了？定点兄弟，我过来跟你了。我标点房子里有个人，同学。到底这个房子，到了，没接，我换个房子吧，行行，来请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人来了，外面，在前面的房子，我要打呀，我打，看到，找不到人，小心你们，我找不到人，车了，
你那边自己守住，有压力就跑呗。我这三层楼不能放呀，兄弟。我三个放倒，我在帮你们找。我三个吗？那个黄胜利是吧？近点，估计就要近点。我打完了，就在外面。打点分散点，外面。狙击。等我，跟我。三个。一滴血。打他。漂亮。给个视角 ，OK， 进了，来了，进攻了，进攻了一个，还有蓝圈手雷 ，nice， 桌子圈又炸了一个，蓝圈手雷的位置也不错，两颗雷，我操，这蓝左上圈的雷是有中性的，两个，扶不起，扶不起 ，nice， 扶不起，好，阻挡一个，好，现在又炸了一个，炸的挺高的，单人突破吗？你在干嘛？你要一个人一打四？跟一个他，跟一个他，怎么两个人还在架？外面有，来帮忙！哎呀，看干嘛？一阵不来吧，就黄一鸣在身边。个人赞。他也被抓，他不急，他在那边还可以看一个烟的屁股。哇，现在经理的优势很大。我去，把倒地的分数给他补掉再说。什么情况？黄一鸣不急啊，黄一鸣。现在帮忙架一下。帮忙还只剩一个了。视野更好的时候，两个人的优势就会变得更大。听到了吗？看到了位置了。OK。知道你在外面，不是 ，nice， 没问题，扶一下，一传四，我勒个豆，我勒个，都是自己厉害了，是被补掉了。黄一鸣拿 ，nice， 来一个，天还来了，带枪指挥，我操，现在是他上来就是要带队伍节奏，对，就是这种气势，这种带枪指挥出来，是吧？带着队伍往前走，一穿四啊，一穿四，真的自信啊！你看，一人成军，始终没过来。这指挥能不能挂牌？就是容易被指挥挂牌出。再就是他其实他一瞬间打倒了对方两个人之后，又击倒了第三个之后，其实这个时候就二打一，感觉好。以后快那啥了，把他卖了。我操！全面在看我，上来了，要进人，进去了，倒了个十七的，变了，牛逼，十七的牛逼。进了一个房子，三秒进了一个，左子轩自己指挥自己杀人，自己喊牛逼，队友在干嘛？哎，那快点把他杀了吧！他妈露娜倒了一个，有雷吗？杀不了，我有雷，我有雷，在哪？别逼！铁板，就拿个铁板，铁皮，倒了，跟我出来，好了，露娜倒人了，脸上是吧？对，都得出吗？右边 CS 能救吗？不要，跟我走左边，听我的。要叫我说、啊。要来，你也得来。两有人。得给他们拉个枪先，左边。拉左边行不行？我有雷。啊，不就退点不好，得退，好得退。跟我雷退，跟我退。对。帮我架。看不到，真看不到。我帮我封个烟。我练。哎，刚才他倒了是个机位，他满编学不动的，那我们就慢慢打，我们慢慢蹭一标，慢慢来。脸上坡开个车出去，下个车，可以的。右边不知道死完没，兄弟。妈逼的，不行，就从右边清过去，兄弟。右边有机会要清出去，我跟你说，他一会儿他能裸踩一标，好像。我差不多了，我得走了。我感觉可以，现在过来清过来。都过来。没有毛病，先过来。把那个石头顶出来就很像，还可以，看不到，被打着了。看露娜追没追你们？右边石头，右边石头倒了没？没倒。这还有个露娜，打。打那波要是能削露娜一个就好了。好，桌子开始，你妈在中间喷两边。我操，你上这边来，你不？架枪的确非常干扰。黄一鸣哭了吗？没有吧？他们后续走黄一鸣红温了，兄弟，脸好红。左神时代，沸腾期待。排肉不能没有左神，是的，就像哈布蒂不能没有左神一样，是吧？对，这波主要是太提气势了，你看他的表情也是感觉就是那种，哎，释放，爽。对啊，我俩得踩上去打，
对，你能帮忙吗？等会别急，我们脸上包要抛要抛，一个两个让人打吧，要不我来说别急，两我看看多少圈能先开枪打吗？别急，我能打我能打，你开枪开枪，曹哥开枪，留着留着留着，有没有这两个，这俩往那拉，往那拉，走，往那绕，往那绕，打别跟天外打下来了。前屁股来人啊，右边这个山。你们要有人盯好吧，一个帮我盯，一个往前看。我自己盯吧。屁股来人了，有人，有人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没了吗？屁股来人了，我要下来帮你杀了。来人，又来了，我来了。要来抓你吗？一个人。对对对对，蹦蹦一个人。哪里在哪里？蹦一个人。在坡后，滑过来，滑过来。两枪，蹦蹦三枪，直接杀门上行吗？在哪？哦、不要点防啊，进去了。下来了。爆了一个，房子一滴血都没到，一滴血都没到。OK， 我扔雷。他扎好包了的十七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没过右边吧？我扔雷，我扔雷，别接。我们直接撞了房子吗？对，还有吗？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队友来了，队友来了。我进去了。2086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我家的，牛逼！帮我放，放，可能在我外面。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房里。我打药呢，哪里哪里？不防吗？房里，你房里。对对，不防还是哪？说话。房里。在哪？我打药。我这边。我家的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架着的，架着的。我打药，我也要打药。我都不行，我被伤了，我被伤了。我被打残了。我有没有？大木方向吧。铺个烟，铺个烟。大木方，大木方，他脸上。铺个烟，打了烟去帮他。别急，我中间，我中间，别急。打多了，我到近点，我到近点。别急，扔个雷。扔扔扔你。别急，别急，扔雷，我扔。扔扔。扔完我给你，让我先冲吧。哎，在里屋，我封烟，我丢闪了。能来吗？走走走，跟着的，跟着的，跟着的。牛逼！牛逼！小心有雷，小心有雷。左边斜坡拉人了，土路满编。没有。我看啊，周轩，这个燃烧瓶是队友可以的。哎，帅呀、啊，他这个侧身，这不是最想要的 timing 吗？是的。哎呦天哪！而且那颗雷啊，刚刚爆的时候，估计是影响到了十七的一个听力的。哇，这个机会早的，看到人了直接打到头。没打到。稳一点，稳一点。中了颗雷，跳拉。好，现在还是一号位一号下。知道他的位置 ，OK， nice。漂亮。就知道 K 头。是就知道 K 头，桌子很开心，桌子三十一分，今天的目标达成，好吧？死了死了 ，TD 死完了 ，SQ 没倒人，一个没倒。我绝不倒，绝不倒。SQ 死过一个，我知道他没倒人，他死了一个。不管这边，不管这边，我们打南边，打这边。你们先把右边控着，我得控着，我得控着。你俩控，我去跟马耀龙，我去跟马耀龙，我有地方能顶吗？一标可以吗？你就顶个近点，我一标可以吗？一标可以吗？一标就顶两个坡吧，不用。靠左下能打吗？靠左下能打吗？靠左也不是很好打，太平了，太平了，得打呀这一下，得打，得打，得打，打了一下，二边打了一下，我来个，我们封烟打行吗？来了，封烟走这个平坡，跟他们打硬架是吧？对对对，要硬架，不是硬架，哎，是被轰了吗？还是轰了我们？看一眼，我视野不好，轰我们，轰我们。哎，屁股是不是有压力啊，兄弟？他得吉普车了，吉普车后。我先打，左路有一个，左路确定一个。来吗？封烟了，我扔闪了，扔闪了，这个闪。行，我也扔了闪。我能往土路摸吗？别急，别包踩就别着急踩，别着急。我把车开回来。不好踩，兄弟。土路有个四标。不好踩，我们就跟他蹭圈呗。蹭圈，蹭圈，蹭圈。土路两个。车开回来了。土路两个人。今天一个，左边一个。可以了。来了来了。教练，我们就可以扶。我这儿包。我给他看到俩。我给他封烟了。我来，我两个假烟。往我后面爬去！残的，这他被兜了。往我后面爬。我这个海马斯残的，我可以。牛逼！就剩一个海马斯了，我打残的。在哪？在那边。就前面可以救，直接救。有另外的来，救我！救救了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在四秒。他被右边残过来了。往后撤一下吧，闭口。有来一队了，我去看右边了。我们走左边，右边来了一队，我们开车顶到左边这儿。得慢烟啊，兄弟。看不了，一标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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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能去打左边吗？打左边去！我跟你打左边是吧？来，原来打了个。原地有个跑的，我打了两枪，原地跑的，一边方向，就这个，三标速，我帮你看屁股。啊，兄弟，没办法了，我没烟了，看能不能跳沙吧。这我们打了三个人，跳啊跳。一名，完了，我们这边被夹击了呀。OK，Nice， 这能给你杀了？补了吗？没问题，蓝圈已经来了。Luna， 两个人。完了，马哥的枪，剩一个，打住，一打一，打住，一 v 一，别急，打住，趴在地上，完了，这太难了，露头啊，没事，看看能不能救，哎，经济，不是看，应该救不了，对的，经济也来了，别补人头，别补人头，打到最后，剑将变成了只有独狼了，快去送了呀，你别苟活了呀，掉一个，第二天的剧本。给到了费子，还要吃鸡。哎呀，这把拿了多少分了？哇，操妈逼！杀死一个。不好说，他分肯定是稳了呀。而且这个场上的局面对费子来说的话也是。我操，这个火，这明显上了六。别开，烧死，嗨了，烧死。我跳两个，还行，跳了又跳两个，又拿两分，是一分了吧？那这把拿了十三分，能跟英西林平起平坐了，至少有十个应该是。今天 4AM 和 Pyro。作为第一天的队伍都拿到了41分，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答卷。我的。